はい、通常是你这样子，没有，通常你就算你别人的，通常你就算我一鞭子打过来，他就打过来，通常，哎。缺少要怎么好？那缺少你就不像缺一个保证。那叫我要怎么样形成这个？你都放在你就是外道的时候，你缺。
交通问题啊。没有，一样可以找到，对，可是要就是比较就是要留意。通常都退这个退吗？下象棋也一样，看他心想。中间所太好是有侧身是冲方向的，也可以啊，如果你选开车加是交易这第十几个项目只有单口心的关键的线真的开车什么都没有对你在限制王间的师傅，让我请教一下，如果不吃，首先攻击，包粉，有包粉，包粉。我都用这一招的，这答案能不能高吗？因为他射兵，他导航，他都是比较高，高的话你有空的话，这么大。那他要手下，我要抓他手。我在旁边就往后就撞，就撞，就打。好了，七三开，三场大概就撞一次，七场，真的不能撞。这样子，我没输，先场开。当然，他本身长得强度很差，可是我现在用代表性的，我就抓。啊，你这上去了，我就打不了，没法子。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规划不好，所以我们变成了这样。而且看到我们的规划上，肌肉的，而且它的建筑的选择，
所以这个师傅是直接跟你讲，直接补强高时空间的基础。哦。